心脏的下缘，痛啊，像我看到我在淋巴这里边啊，在淋巴这里边啊，在淋巴这边又是方言世界啊，又在收集信息啊，收集信息啊，现在发现了，医院里忙活得很啊，医院里忙活得很，实际上很多问题啊，本身没有病啊，本身没有病，是能量不够啊，就像饥荒年代。饥荒年代，很多的人跑到医院里面说什么这个是一种，那个什么脚气病什么之类的，实际上都是营养不足引起的啊。那么现在是好像似乎看起来，吃饭不成问题了，但是，那个粮食里边啊，生产粮食过程用大量使用的农药啊，一边在吃到以为吃到美味，一方面在中毒啊，在中毒，中毒的是人体机能受到损害以后。即使吃了东西，要自转换成能量的这个，还是不行，这样就能量搞得太低了啊，太低的这个，人就有气无力啊，有气无力的这个，那这边感觉有病了，那边有病了啊，这边有病了，那边有病了啊，像这样的问题，你一个电极往脑袋上一放，身体上一通嘛啊，外星电极一通下来啊，很快就了解掉了啊，所以啊，这个接下来就是，会引起一波轰动的啊，让人家认识到啊，这个世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外星没带一样新鲜的好东西过来，就会也同时更新一批人的知识啊，对改善改变原来的认知，是这么一个状况，好，知道了，再见，再见。